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31届毕业的所有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在荧幕上，其实要说好多好多的话。其实我一直都在想，6月1号毕业典礼那一天，站在舞台上面，面对着你们大家，我要说些什么？真的心里有非常非常多的话。今年从高二开始，31届的你们，真的是一个多么大变化的时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的是，看到你们在这个多变的环境当中，你们的从容跟你们的应对，甚至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都觉得看到你们的成熟跟稳重。内中3年的教育，除了知识的学习之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当面对事情的变化的时候呢，我们能够面对它，处理它。校长看到这3年当中你们的成熟跟你们的长大，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安慰。也许今年的毕典没有办法像以往那样子，但是各位同学们，在多变的时代当中，也许看起来我们失去了很多，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师生彼此的鼓励，彼此的祝福，面对多变的时代，我们一起携手走过这份感情，这份共同努力的记忆，我相信是属于我们31届所有的师生共同的记忆，这将会在我们的心中当中留下永远永远的印象。今天即将要毕业了，我依稀还记得7月新生训练的第一天的时候，你们穿着整齐的校服坐在舞台下面，我看着你们大家的时候，青涩的脸庞充满了忐忑不安。我那时候告诉你们，这个画面会永远永远地放在我的心里。3年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你们的成熟、你们的稳重，还有你们的成熟跟智慧。但是你们进来的那个样子，我想永远都会在校长我的心目当中。要毕业了，代表的是人生另外一个开始。希望各位同学不要忘记那种的骄傲、那种的自信，也不要忘记老师的谆谆的教诲，更不要忘了内中这一块园地是各位同学们永远永远值得你们支持你们的园地。也许将来每个人都会碰到人生不同的挑战、不同的挫折，但是校长仍要期许所有31届的同学们，千万不要放弃，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最后，校长要祝福所有31届的孩子们，带着师生永远最温暖的祝福放手飞去，也不要忘了那种永远是你们的家，也希望你们能够成长茁壮。最后要祝福那种31届的毕业同学们毕业快乐，带着大家的祝福勇敢的去飞，为了成就自己更美好的明天，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坚持跟努力。最后校长要跟大家说再见哦。各位沙科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第33届学生家长会会长刘其昌，出生于 SARS， 毕业于 COVID-19， 没有惩罚，没有水球，没有毕点，可怜的孩子们，爸爸妈妈们和你们一样，陪伴着你们一起经历这已是空前也可能绝后的18年青春岁月。3年的时光即将画下句点，大家有缘聚在内中校园里做同学，内中的点点滴滴势必已为你们留下最美好的封尘日记，期盼你们为下一阶段的大学生活而努力，迎接人生新的里程碑。最后祝内中31展翅高飞，毕业快乐。各位内湖高中的毕业同学们大家好，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刻里，很遗憾的我必须在家里面的一个小角落录下这一段给同学的祝福。那我们没有办法在活动中心一起参加毕业典礼，但是老师们对各位的爱不会因为地方的不同而有所改变。那毕业典礼在英文里面叫做 commencement， 它其实除了有毕业之外的意义，还有就是另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终于结束了12年国教，我们这12年来都没有办法决定自己想要学习什么。进到大学之后，你可以
自己决定你想要学什么，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记得，你选择的路，将来也许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你非常喜欢的那条路，但是记得要爱你所选。不管路上遇到任何的困难，或许你在路上也会跌倒，也会失败。记得当初选择这条路的初心，永远不要改变。我们在人生路上有非常多无法预期的事情，就像现在，你觉得病毒肆虐，但是病毒很小，世界很大，将来总有一个机会，会让各位勇敢地向世界去寻找你的梦想。不要害怕尝试，不要害怕失败，我们永远抱持着对自己的信念跟对未来的渴望。也许你在路程中会跌倒，会心碎，会痛苦，但是那也只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过程而已，而且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只要各位学习到能够爱自己，做自己，然后最后也要记得，老师们也永远爱你。希望你将来能够过一个属于你自己喜欢的人生。最后，代表所有老师祝福各位同学一路顺利，能够做一个快乐的人。拜拜。Hello， 内湖高中的毕业生们，大家好，我是刘轩。几年前，我曾经到内湖高中演讲过，当时各位才是高一的新鲜人，那是2018年，当时的讲题呢，是多重体验开创自己的斜杠人生，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现在呢，当你们即将要毕业，我们的生活好像也被新冠病毒给斜杠了。它切分了我们的计划，它切分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它也切分了我们对未来的各种想法。但请知道这一点，现在这个阶段是全球历史性的改变，而你也正在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上见证这一切的发生。有句英文话说， Never let a good crisis go to waste， 永远不要浪费一个好的危机。意思就是，我们可以让危机变成一个提醒，让我们为未来做更好的准备，让我们因此而变得更好。这次的疫情提醒我们，无论以后你想要做什么，都应该更关心我们的自然环境，好好珍惜和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光，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也尽自己的一份力给这个社会。祝福即将解锁人生下一关的各位同学们，继续探索的世界，认识自己，期待你们能勇敢地一次再一次挑战舒适圈的外围，不断的成长，不停的越来越茁壮，加油 ，and congratulations！ Hello， 各位同学，你们好，我是一电视的主播于晨璇，也是大大21届的学姐。这一次很开心，受到哥杯的邀请来录制毕业祝福影片给大家，恭喜你们毕业了。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亲自到场来参加毕业典礼，想必心里应该是有点难过的，但是没有关系，好的事情还在后面等着大家，也祝福大家鹏程万里，考上自己心目中喜欢的学校。各位亲爱的内湖高中第31届应届毕业生，大家好，我是小兵薛继刚。相信很多人可能小时候看我的下课花露米长大的，没想到我也是内湖高中毕业的吧，我是你们的大学长哦。这一届的毕业生啊，好像有点点惨哦。你们高二的时候呢，就因为疫情的关系，社团的成果发表会被取消了，很多大型比赛也被取消了，缺水的关系，水球大战也没了，甚至啊，这次连毕业典礼都必须改为线上的。不过没关系，我们想想看，
内中的校徽像什么？是不是像是蟑螂啊？我们以前经常说啊，内湖高中学生啊，就像是一只打不死的蟑螂，没有任何困境可以困住我们的。成果发表会没有表演怎么办？没关系，未来人生当中，在你们的职场上，还有更大的舞台等着你去发光发热。水球大战今年没打到，没关系，明年呐、啊，希望学校在32届毕业的时候呢，邀请31届的学长学姐一起回来，2届学弟妹大家来一个大 PK 如何？哦，最后呢，我要祝福各位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大家能够顺风顺水，红尘万里。最重要的是呢，保持愉快开放的心，人生还有很长很长的道路，但是不要忘记内湖高中永远是你最温暖的家。 Hello， 内湖高中的学弟妹们你们好，我是空手道选手文姿。恭喜你们要毕业了，终于要踏上人生的下一个旅途，太棒了，我要毕业了。等我大学之后，我一定可以做自己很多喜欢做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要毕业的时候会跟你们想的一模模一样样。没错，你们确实是可以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并且放手去做，然后坚持到底，等到机会来临时好好发挥你们的舞台。最重要的是，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为自己负责，学会为自己负责，这就是你们长大的开始。祝你们毕业快乐，拜拜。 Hello， 各位学弟妹大家好，我是魔术师陈日升，也是内湖高中第13届的毕业生。哇，第13届，你们已经31届了，对不对？13跟31中间差了多少届？啊，算了，我根本不想要数了。那内湖高中啊，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想念。高中的时候参加了前锋康复社，那我在那边学了很多技艺，那后来呢，我也把它加到我的魔术里面。那我在高三的时候，因为要考这个职考，压力很大，所以就拿扑克牌出来变魔术。结果我班上的同学，我那时候3年1班301，大家看到我变魔术，哇，陈日升你怎么会变魔术？结果我那时候每天边 K 书边变魔术给大家看。所以呢，我真的非常喜欢内湖高中哦，它在我这个人生当中扮演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也要祝福学弟妹，哎呀，现在即将毕业了嘛，虽然今年因为疫情关系不能打水球，对不对？我跟你讲，我跟你们一样，我当时也是因为这个 SARS， 所以没有打水球，残念。不过没关系，通常没有打水球的那一届，未来发展都会特别特别的好，对不对？没错吧？那虽然今年因为疫情，我们只能做这个线上的祝福，线上的毕业典礼，那这个呢，祝福是绝对不会少的。所以呢，我带来一段魔术表演，想要送给学弟妹，祝大家毕业快乐哦，也祝福大家未来有非常好的发展，加油！这段魔术送给各位。祝福学弟妹毕业快乐，祝福大家毕业快乐哦。英雄榜市长奖。
恭喜以上同学，一掌奖。恭喜以上同学，局长奖。恭喜以上同学，校长奖。恭喜以上同学，家长会长奖。恭喜以上同学，荣誉状。恭喜以上同学，环保义工奖。恭喜以上同学，全勤奖。恭喜以上同学，热爱生命奖。恭喜以上同学，最后恭喜所有获奖同学。
YouTube 的影片框时间轴最后都停留在一个数字，那就是17520，17520个小时是我们这两年来所相聚的时光。我们一起经历了啦啦队的辉煌、毕业旅行的感动，还有无数个断电后在教室交流的夜晚。很开心这两年有你们一起陪伴。最后想要告诉你们 ，I'm glad to be together with you guys。祝大家毕业快乐！任何一片阳光照得到的地方，有你的成长，有你的希望。任何一个地方能留住梦的地方，有你的成长，有你的希望。各位同学，又到了毕业的季节，虽然我们经历的愉快的毕业旅行、班级排球，但是我们也经历过了疫情、缺水、缺电、地震，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高中生活。但是不管怎么样，时间到了，我们毕业还是要结束，但是这结束不代表就真的结束，而是要迈向大学新的开始。祝大家可以在大学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目标，可以继续前进。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永远曾经在这高中三年中完美的度过这高中的学期。谢谢你们陪我一起陪我陪伴我们，我们304班是最棒的。一转眼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咯。回想这三年我们一起经历了好多，一起去上海交流，一起筹备线上惩罚，这些经验对我来说也是从未有过的。到了高三，我陪着你们冲刺学测，这中间固然有非常多的辛苦，但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格外的美好。你们一直都超级幼稚，但也因此总让课堂上充满着欢笑声。你们毕业之后，我会很想念你们的。临别的此时，老师要祝福你们未来有更宽阔的舞台，但更希望你们拥有一颗柔软温暖的心。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307曾经的美好。我们后会有期。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第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路还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点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We'll be right back.
二的小朋友们，我们好久不见喽！经历这两周多的分开，我知道之后的毕业应该是长久的分开。不过呢，也非常的希望大家毕业就常回来找老师聊聊天。我细数在这三年的时间，你们被我抓到的台东的偏乡服务，或者是呢，也跟得到泰国的清迈一样做服务学习，常常要比别的人花了许多的时间在这些公共的事务上。不过我有点点滴滴看到你们的成长，比如说小论文让你们头脑更清晰，忙成果发表的时候看到一小组一小组，大家呢不畏辛苦不畏艰难，互相合作帮助。我想跟你们说什么，我觉得其实毕业并不是别离，我们一定还有机会再见面的。然后我希望你们带着这些被磨练过的心上了大学之后，可以比其他的人拥有更多的机会胜出。再来就是我觉得态度绝对是制胜的关键，不要忘了佩佩常常说的，爱就是在别人身上看见自己的责任。我希望你们上了大学继续的从事这些有意义的工作，并且呢能够为自己找到最好的一条的道路。在此祝福大家毕业快乐，拜拜。
看似什么都失踪的时期啊，其实回想起来，还好我们有一起共度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像是啦啦队的优胜啊，然后一起在运动会上销售一空的泡面啊，以及全班都参加的毕业旅行等等。我记得一开始大家都很认真的收集奖状，为的就是要吃每个月的外食。那每个月都有帮大家拍大合照嘛，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再回过头去看，就会看到很多大家不一样的样子。希望大家呢，在未来的日子都可以变得自己越来越喜欢的样子，成为自己想成为的大人。祝大家毕业快乐！真的是很特别的一年，所以我们很多特别的经验，这些足迹都会记载在历史上。换个角度想，我们在创造历史。内中三十一届的毕业生嘉一就是我，我将跟大家一起在这特别的时刻从内中毕业，展开新的生活。我们彼此互相祝福。各位大学准新鲜人，大学阶段是人生求学的黄金时期，面对这青春璀璨的岁月，一定要好好珍惜把握，创造明天的是今天，创造将来的是眼前。特别我要对307、310、318的同学说，你们上课专注的神情，那珍贵的画面都收录在我的嘴巴。当下每一个同学都是闪亮亮会放电的光，谢谢你们送给我这么珍贵的毕业礼物，会永远永远爱你。祝大家毕业快乐，坚持理想，勇往直前，加油！嗨，第三十一届毕业的同学，你们好，我是国文科老师李燕。校正回归一下，你们大多出生在 SARS 的那一年。毕业于 COVID-19 仍然持续的2021年，这不能不说是千载一逢的奇迹。都经过两次战役了，你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俗话说，岁月不饶人。难道你们要饶了岁月吗？
31届毕业生毕业快乐。亲爱的内中31届毕业生学弟妹们，生命要有裂缝，阳光才进得来。今年大家要离开内中时很不一样，看来有些坎坷，但相信在这诸多的逆境之后，同学们都能感受到人生不同的风景，并将它化作力量，来日再回内中时都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就让内中的爱与自信激发你无穷尽的小宇宙吧。最后唱一段歌送给大家。内中的天空有你年轻的笑容，还有你们熟悉和梦想的角落。内中的天空藏在你我的心中，多少风雨的岁月，我只愿和你度过。愿大家未来日子如音符般飞扬，咱们后会有期，拜拜。内中31永远第一。老师在这边要祝福全体内中31届的毕业生鹏程万里。那不管同学念的是上面的哪一间大学，老师都希望大家都要全力以赴哦。祝大家未来4年一切顺心，加油！31届的同学，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吗？那恭喜大家终于要毕业了。那我代表辅导室的所有老师，祝福大家毕业快乐，鹏程万里，大家会越来越棒的哦。各位内湖高中的毕业生大家好，我是图书馆主任，希望大家在毕业之后还是能够保持阅读的习惯，锻炼大脑。在资讯科技的时代里，能够善用资讯科技来帮助学习，最重要的是要勇敢地面对每一天，充满挑战。希望大家能够开心地过生活，毕业快乐哦！31届的毕业生，你们好。那很难过哈，今年的毕业典礼没有办法如期的举行。其实去年老师当学务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一届的高二的孩子好乖，但是你看你们的惩罚也都没有办法办理。不过没关系啦，我相信这是人生里头很难得的经验，也应该会成为你们一辈子的回忆。那现在要离开内中了，老师还是在这边祝福你们一切平安，一切顺利，然后上大学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不会再碰到疫情，拜拜。我们高声唱着那首旋律，向着星光的星光。
快断掉了。这是不得大铁腕，把我回忆都装满，喝醋酥的巧克力菠萝，不去付钱会被记过，不知不觉就到该毕业的时候，指日可待。高声唱着那首旋律，向着向往的生活，就算错过了刚才剩下的蝉鸣，我知道我的身边还有个你。青春的路，就算做了有些迟疑，也要一起爬山走遍那盛夏森林。祝各位学长姐们毕业快乐。
各位师长及同学们，大家好，我们是毕业生致辞代表，今天我们要来一起回顾这三年的点点滴滴。在这疫情严峻的时代，我们有好多活动都失踪了，但仍有许多值得我们收藏在心中的各种回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好的。想起刚踏入内中校园时，那个懵懂无知的我们，最先接受到的向心力挑战就是校歌比赛。没错，因为是我们入学后的第一个竞赛，所以每班都很用心的去准备。真的耶，那时非但要改编校歌，还要编排舞蹈，每天都如火如荼的在练习。再来就是高二了，分到新班后，我们最期待的活动就是啦啦队比赛啦。想当年，我们都用尽了洪荒之力在准备这个挑战项目容量的活动呢。但本该是最忙碌的一年，却因为 COVID-19， 唉，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啊。所以啊，原本还有社团惩罚跟毕业旅行，结果疫情都把他们给用出局了。还好我们的毕业旅行没有取消，而是推迟到高三的第一次模拟考后，也正好有一个让我们调试心情的机会，去面对接下来的学测压力。在这四天三夜的毕旅中，我们拍了上千张的照片，满满的回忆啊。真的，这些变成高中生活里最无厘头的记忆了。接着就是学测开始倒数了，当时我们每天都埋首于书本中，布满精华笔记的讲义，充斥订正痕迹的考卷，都是我们为了未来所做的努力。学测考完的那一刹那，心中的大石头也放下来了。接下来就是做备审跟准备面试了，还好我们都挺过来，成功考取理想的校系。我相信指考的同学也会像我们一样进入心目中的学校。这三年过得太快了，转眼间就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刻。对啊，这期间我们经历了许多事，有欢笑，有泪水，有痛苦，也有温暖。这些无形的情感伴随着我们走完高中三年成长的道路。首先先谢谢亲爱的父母，包容我们青春期的坏脾气，给予我们优良的读书环境，不求回报的爱与付出，我们会永远记在心中。谢谢循循善诱的导师，不但教授课内的知识，更告诉我们人生的道理，引领我们闯出自己的一片天。谢谢用心的各科老师们，课堂中仔细的讲解观念，下课后耐心的为我们解答疑问。谢谢辛苦的校长及各处室老师们，帮我们打理所有行政上的业务。谢谢一起走来的朋友们，因为你们让校园生活变得多彩多姿，因为你们一直陪在身边，让学习增添了几分乐趣，因为你们让准备学测的期间成为了一条有欢笑的天堂路。谢谢内湖高中给予我们机会写下独一无二的封城日记。也谢谢三十一届的大家，吸收三年的养分，从一个稚嫩的小高一蜕变成独当一面的准大一新鲜人。真的很谢谢一路陪伴我们走过来的所有人事物。最后祝福大家在未来都能完成自己的理想。祝内湖高中第三十一届全体毕业生毕业快乐。很特别，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活动都被取消，
例如球类竞赛、社团群发以及水中大战。不过我们还是很努力的把毕业活动呈现给大家，希望这个独特的毕业典礼可以让每个人永远记在心中。谢谢大家。好了。我喜欢当导演。我很喜欢。我做了一个早上哎。算错过他所剩下的沉迷，我知道我的身边还有个你。清晨的路就算做饭有些迟疑，也要一起跑向最后那声下课铃。那一刹那的钟声
纷飞过卷淹没了笑声，模拟淘气轻的风筝，我们从未停止不断向前狂奔。小鬼写着不能穿在意，但我却不管交换的定义，也许我们不曾能够拥有自由，就像睡着自己飞舞在空中。毕业快乐！